你的屁股有高掉去吗？屁股觉得比较硬的，比较那个没有那么这样软。我这边身边有一位朋友，他讲他穿了我们的 Aurora pants 哦，竟然在两个星期里面瘦了八斤咯，八斤咯，哇，这个是每个女人的梦想。其实他是水肿很厉害，所以呢瘦到八斤咯这么快。这个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所以呢每个人的他的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。是讲你我们穿了 Aurora pants 哦，180%会 improve blood circulation， 180%会血液循环，然后你血液循环好的话，就是改善很多健康的问题。因为今天早上穿了我们的这个 navy blue 的 Aurora pants 哦，就是这条呢，我早上在穿着，我早上在穿着这个 navy blue 的 Aurora pants， 这个我今天穿这个。所以他就问到我了，我就讲，对，这个是我们新的 limited edition 的 Aurora pants， 就讲他也是有穿了，他是穿灰色的，我们的 classic design， 穿了两个星期，瘦八斤了。这么丑拍上去哪里会看到你的？可以，我是 respect 你，所以我不要把你放进去了，因为你不要，因为美女讲她不要把她脸进 camera， 美女都是很害羞很奇怪啊，所以我们就 respect 他，可是我们很感谢他的分享，感恩他的分享，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可以帮到很多人。要多少钱？其实我们也不认识了，是讲早上在这边在这边跟另外一个朋友讲话，然后就讲谈到了，谈到那个裤子了。大的。现在穿着 navy blue， 配我的 navy blue 的。然后又很开心听到这个美女的分享，真的是太好了。穿了 Aurora pants， 穿在身上，只要我们的 Aurora pants 裤子啊，这个 fiber 有粘在我的，有贴在我们的身上啊，就会吸收我们身体的温度，然后就促进那个血液循环，因为它有那个远红外线，它会 emit 那个 far infrared 远红外线的那个功能哦。然后它，因为我们穿在身上嘛，所以它又打回去我们身体里面，帮忙血液循环。所以很开心，今天早上有一个这么好的见证分享哦。